叶因杨新华是台南市将军区的祖囝，也是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一间早餐店的头家娘。因为对这个歌唱有兴趣，报名参加台湾海峡两岸闽南语歌唱比赛、超级红人榜等歌唱比赛后，在七股区公所主办的七股之声歌唱比赛中摕到冠军，较具有唱片公司甲网络是素人歌手的传奇。今仔日1月16日，艺人杨新华在即个台南中山公园地下道接近南二中发放救济物资予家友，真是一位关怀弱势族群的菩萨。现场的家友拢非常的感谢伊，咱的社会就是需要搁较侪即种热心公益的人。